大概是62平米。这边也是进门一进来呢，就有一个 utility room，里面都是你控温和网还有电的地方。这边还会送一个西门子的洗衣和烘干一体的洗衣机。进来呢，这是一扇门，应该是储藏室，看一下。哦，果然是一个很大的储藏室。现在我们在的呢，就是250CT Road 的一个一居室的样板间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是一个大面积的一居室，大概有60个平米。里面的设计中规中矩，而且它对面积的利用呢，也都非常的精准。你看一下这个250CT Road 一居室的厨房哈，就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边连酒柜都有了。这个是冰箱，微波炉、烤箱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洗碗机，确定一下，西门子的洗碗机。然后这边呢也是西门子的触控式电磁炉，柜子很漂亮的一个柜子哈，东西装的也很多。这个一居室厨房还有一扇小窗，这样做饭就看得更清楚了。